常感谢咱大家啊，今仔日无少一个辛苦啊，陪伴着咱本身二代的啊，从白沙啊做调整的这个思想制定，完全成功。非常感谢咱大家啊，咱这个从新村回家做回啊，平平安，咱支持人员、工作人员做回合家平安，非常感谢咱大家。
Grazie.